到了给他。你全卸掉？为啥呀？不舒服，就那么几个留着干啥呀？嗯？你都掉了吗？嗯，掉了好几个。我觉得还好。有代言。
好球。Ha ha ha.
哎呦！他没有球哎！我们这边抢了，哎，他犯规了。对。我打中。今天他来的挺早的。打了是个上半场8-4，有点我操，这也快得点，感觉这个队的分全是他哥，这是一个走走
好烦。我都停了。
了。